可能因为近段时间家里的一些小事情而影响到你的情绪，这两天变得非常严肃，总想发脾气。今天可能会收到一笔钱，不过仍然有一些旧账需要去处理。月亮进入射手座，并逐渐与土星拥抱在一起，与海王星形成强硬的四分相，内心在对知识和信仰充满渴望的同时，又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怀疑，从而使我们有些迷失方向。射手座的月亮和金星以及火星形成刺激的六分相，使我们在追求理想的同时关注关系中的对等与平衡。水星和木星形成六分相，使我们在深入思考的同时也不忘关注社会、医疗、劳工等问题，并用一种平时的态度去追求人生和理想。Bu akşam 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.